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総武田。今天85公里出发，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尼桑原厂。听说哈，台北啊，只有两间原厂会有附设这个电动车的技师，他这个应该技师是有要受训啊，干嘛的？台北只有两间，好像只有，听说是关渡跟新庄。听说啦，因为我也忘记了，因为上次其实也有酸民啊，不是网友。哎，直接讲出来这样好。不是，南大的乡民。反正啊，这次我们是透过一个好朋友啦，他刚好在个尼桑里面当卧底啊，不是在里面上班很久。对，请他帮我问一下，安排一下。他说，因为除了技师以外啊，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检修电动车的这个车位是不一样的，是他要有符合安全法规的一个钢索，八宿是八宿吗？对，八宿。哇，你看有没有？因为那个《东京爱情故事》里面好像有八宿。我今天要去到底到几公里？新庄啊，竹湾路啊，会不会到啊？几公里啊？我想开电动车出发，你就是哦，19公里，嗯，19公里哦。24分钟会不会去了回不来？所以开电动车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你要去哪里都要很清楚来回的时间，要不然你有可能回不来。拖车的电话带就好。身为一个专业的二手车商，身上有几个拖车电话也是合情合理。因为今天很热，今天快30度，所以我们冷气就是紧绷，哦，冷气超冷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没有在管它电这件事情。我从店里上环东已经剩77了。好啊，我这个开车的方式啊，踩油门啊，我都照我平常开车的习惯，就不要特别龟缩还是怎样，反正掉掐就掉掐了嘛。OK， 好，我们今天就这样下去做一个测试，先到新庄所。可是很可惜的是，我等一下可能要交涉一下，他好像说他们那个修理厂是不能拍摄啊，不是跟科P去维修 CT200H 的电池，他也不让你拍啊。你们怎么拍的？等他停的时候才开记录。哦，不能拍他的人在做，就对，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刚刚偷拍的，好不好？泰山你就这样拿在胸前，哦，就这样子，不要动，那太明显了哈，哦。不知道藏在泰山的扣带了。扣带。其实你拉链没拉，哦，没关系，我喜欢开着，因为有个镜头在那边，啊，这样比较通风。对。我觉得上那边应该剩30，你剩30回来，其实就危险了呢。在那边冲一下。那他检查应该是会断电的，怎么可能抽？啊，他搞不好有快充的。对啊。可以去试快充哎。然后他快充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啊，我可以拍照一下，拍快充总可以吧？然后你按录音，记得拍狠的哦。OK OK。好了，那今天不要录太多，先到这边，等一下再继续。好。哦，所以那个符号是一棵树啦，当你在充电的时候就会变完整的一棵树，太可爱了，设计。刚刚好环动，其实一度都70-80。不过这个车我觉得开的方法应该就是不要常常急加速，因为它急加速，我看它这个耗能真的是跳得蛮快的。开这种车真的会让你觉得那种有科技感，你知道吗？有，还是听到飞机起飞的声音。是。对。其实按道理说，因为现在大部分那个充电的车位都是很少的嘛，一个停车场可能了不起铺个3个位置、5个位置就很多了，对不对？你应该是你充满你就要开走。可是通常我看到的电动车啊，停掉就走了，不管他去购物啊，去干嘛。我不知道这种电动车车主有没有这种 sense， 就是你充完然后你就把你的车移到一般停车位去停，在台湾应该是不太可能办到。会有的。哇，我最喜欢刹车了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要回充。哎，树长出来了，为什么？我把树养大了，你看。刚不是说因为它有回充吗？对不对？可是你照道理来讲啊，它如果有回充的话，你应该在80几的时候，它应该就要维持回充嘛。因为现在60几，你看六十几的时候维持很久。对啊。可是80几到70这段时间太快了，我们在开也有回充啊，马上就掉下来。你应该是要80几就要维持了嘛，对不对？或是70几就要维持了。可是它一直很快的掉到60几以后才维持啊。它就像那个啊，用很久的手机电池一样。刚充满，你插上去，很快就没了，一下就前面20%的电就不见了。对，汽车升级，那边地方可以充电方法。哦，剩61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约，我跟一位有约。嗯，是你上的吗？哦，对对对。你上在隔壁。哦，啊，服务场也在隔壁吗？对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开到那自己的地方。那自己的地方。脏了我的车。
车，我走，不用你讲，我走。现金十万，我就自己留着，好不好？没有啦，那就是这个。这个是里面是不是就是？这钱放一下，这个里面了不起，折起来放十万而已，骗我没看过钱。十万折起来就有点紧绷了，好不好？金的金葱，我是不是放反了？对，好像是这样。这个 N 的 N， 妈 N 放过来了。哆啦 A 吧，哆啦 A 吧。这里有那个头可以换，哎、欸，蛮有重量感的、欸。而且它是那个可以换，对，它就可以换边。对，他就过来就可以换边锁或是松、啊。等一下不知道结账要跟我们要多少钱啊？快点，这次的保养总共是32,800块，有帮你打八折，多多少少我们在里面对不对？还是有点认识，应该不会这样弄我们，就是因为认识才好弄。对啊对啊，因为你不好意思干掉他。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样不对啊，我们在那边等嘛，等到几点？等到下午，到时候回去塞车，妈我们就拘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在那边讲，等一下如果保养好，他店帮我们充饱，我就直接讲。这服务真是好哈、哦，他像你们讲的贴心嘛，真的贴心啊、嗯。因为我们现在在担心回程的问题，那他帮我们保养，如果出来电剩下他妈40%，飙啊，对吧？我们等一下来看，妈这没有 C 的，真的没有 C。保养完的是把我电弄啊快没了。既然不给我们拍，我们就他妈乱讲，什么都讲。啊，带上去找黑丝袜要咖啡，你上没有 ？Infinity 可能才有。对对对。泡咖啡请按这，然后这是哪里？来，这是哪里？这是这个啦，对，看这个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干52啦！我小熊没跟你充的，而且包60弄到剩50是什么概念？算了，人家没有跟我们收钱。他刚刚那个检查完了哦，饼干也吃了，咖啡也喝了，可是没有帮我们充电，我有一点失望。检查完剩50没充电。我想说快充会帮我插一下，因为刚刚我们等的时间也快3个小时。我觉得他应该有足够时间帮我插一下吧。刚刚有问啊，我刚刚大概问一下技师的问题啊。其实后我坦白说，我刚觉得他们对这一代还没有那么熟悉、啊、他也很老实跟我讲，他也遇过2-3台而已。基本上说他这电动车就是每10,000公里回厂检查一下而已。他说因为这个车没有什么耗材，也没有什么油可以换，只有刹车油。跟水箱水这样而已，大概这个定保的项目上网都查得到哦。我问他说有没有换过 Leaf 的大电池，他说他们好像全省只有好像在台中还哪里换过一台而已，而且他说这个还不是说你想换就可以换，我们要把所有的资料提交给玉龙，然后他会帮我们去日本订再来。我在猜想可能是这个电池有管制，他怕你把它拆开研究逆向工程。对，不是说我有钱我想换就可以换。然后他说他有用这个电脑连接跑过没有故障吗？他说大部分他保养过的2-3台啊，到了这个年纪啊，电池都会剩大概60公里左右了。120的60就大概会剩50%，那我们再来算好的。对啊，我们这台充满还有大概有70%啊，哈、嗯，我们这台大概还有80几，可是80几虽然80几到70几很快，可是你就算70几应该也还有70%啊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台电池的状况应该算是还 OK。所以这台是第一代，这是第一代，第一代、嗯。那二代比较厉害、啊，第二代号称有311的样子。所以我真的觉得哦，总车如果真的能把它弄到300多公里，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。因为啊，我们本来是要采访，可是我们太临时了，他们的公关就说，那帮我们安排下礼拜真的做一个专访，这两天收集一下对于这台车有的疑问，然后我们就下礼拜一次跟他问回去了。哎、欸，树变两棵，长出来。哎、欸，大树变两棵小树，大树倒了哦。为什么会变两棵小树？没有啊，你今天种了两棵树。哦，他的意思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要种片森林，要怎么办？一直开，一直开。Many months later。哇，像新鞋呢，干想踩，也在打、哦。我跟你讲，不要再等了，我们今天把 Leaf 的结尾做掉。那我先跟各位讲，其实我后来我有发现一个功能，其实有一个 Echo 的功能 ，Echo 你知道吗？回音呐、啊，就卡拉 OK 的时候，出来。
唱卡拉 OK 在那个公园里面海产摊那种有没有？哦、对、啊。年纪越大 ，echo 开越大，不是那个 echo，、哦、是省电。上车我教你。现在这个71公里嘛。那其实哈，我们正常来讲，这个往左往下，嗯，低档。再往左往下再打一次，然后我往左往下变低，对不 对？我再往左往下一次跳 echo， 那它的公里数就增加变78了。我上次充满87，我再打 echo 就变成好像93还九几，我忘了。我上次我记得我贴脸看，那有吗？马上看。但平常都没有在跟我联络的感情，妈的要赖他找不到这个人。平常没有在联络的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妈本公司不是什么幸福企业，没有啦，大家都是他妈的很虚伪，都是很虚伪的。最好是，这手机是你的，我干。哦，想无闲，你看凊彩都有人要打电话给我，96啦。哦，高等啦。有没有？嗯，泰山以为有电池就好。对、啊。然后这期间哦，我有遇到，我们等一下再讲原厂啊，等一下再来讲它，不讲，等一下再来好好的让你们判断一下原厂的状况啊、嗯嗯。因为原厂从我们上次去哈、哦，你们看到前面我们在原厂的片段，那个大概已经是多久了？2个月了。到现在哈、哦，其实我都一直没有得到原厂给我的答复。其实我有提出一些问题给他们，都没有回我，按照尊嘟刷。然后我有去外面研究过两个，有一个是在这个社团里面我找到，他跟我聊了很多，他就说他的电池啊弄好。现在可以跑300公里，然后问他说啊，请问是换电池怎么样？他说这是商业机密。哇啊，我懂你意思嘛，你要赚钱嘛。我说好，那多少钱？好，你不要跟我讲你怎么做的嘛。哦，他说这个要45万，我现在加杯底的不一般，还要再花45万。干，我看不买新的就好了，我再去买一台 Prius 就好了。对啊。第二个有一个专门在做这个电池老板哦，真的是董事长。有来拜访我，聊了以后，他觉得这个不难，只要我们把电池卸下来，模组打开，照着里面的模组去量测换，然后他说他有信心，只要我们找出电池，他可以帮我们找到一样的换新的电池来，只是我们要自己换上去。他说这个电池的工作原理是这样：假设一个模块里面有10颗电池，只要一颗坏，一个坏学生，那其他的好学生就会想办法救这个坏学生，然后到最后就是大家一起变坏学生。我想说，好，所以你如果提早把这个坏学生挑掉，哎、欸，大家就都是好。学生就一直都是好学生，他有大概用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然后来跟我说明这个原理、嗯、但是如果一个坏学生出现了，你没有去把它处理好，可能到最后整班都是变坏的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然后他说只要我们拆开去量，好，每一颗量把坏学生挑出来，他去帮我们找正常，他觉得是不困难、嗯、找到一模一样的型号。对啊，现在就是看电池多少钱而已。不是，我的问题是说，因为我们没有拆这个电动车电池相关的经验，而且其实这个会有一些触电的疑虑啊，好麻烦啊等等，也比较担心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还在跟科P研究说我们要不要读读看，因为其实网络上有些 YouTube 也有去教这个电池怎么卸的一个教学，可是那个可能就是要绝缘手套啊什么之类的，那个我们会再研究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不能再耽搁下去，我们要把这一集快点结束掉。最后就原厂了嘛。好，我这段期间有跟大家讲我做了哪些努力的事情。再来就是原厂他都一直没有回我，因为我那时候提了一些问题，我有传给他们4月21号传出去的，我看不到了，妈那个档案已经过期了。你看够不够久？那他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回复我这个电池的价格等等，透过了很多的关系，真的有去问到原厂电池的价格。那他原本哈、哦、在 LINE 里面跟我说是74000块钱，那我就已经安排，就是说，哎、欸，那什么时候有空，我把车开去换这个电池，7万多块开啊，那不还开？然后安排好了时间之后，人员又跟我们联系啊，说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少看一个电池，74万，气斩气翻！你知道74万可以买一台宾士 A Class 吗？中古的买得到。再加这台我买的27万，100万，100万的利福啊，新的才多少钱？120几。对啊，干，我几百万几台2011年的利福，少看一个零，屌了吧？好、哦，因为那里面的人员说他们也没看过这么贵的单子，所以他以为是74000。结果后来我们要去的前一天，忽然传讯息，然后、啊、不好意思，我少看一个零是74万啊！干什么东西？这什么鬼东西？所以呢，目前如果在我们有空这个挑战换这个电池之前，那如果有网友有需要的啊、哦，我们就会把它卖出。我觉得这比较适合说中南部你自己住透天的，车子可以停在自己家门口的，拉个电。冲一下可以90几公里 ，echo 模式，站在小朋友买买菜附近绕一绕，然后回家电插着充电，这样 OK。因为我也没有要卖贵啦，我觉得这个车卖出来，我大家都知道我买27万，那我们小小一点点的利润，那我们就卖给我觉得适合的人。那如果当然如果卖不掉，我们都放在这边，我们也可以当公务车，对、啊，我们也是让会计小姐跑跑邮局、跑跑银行就好了嘛。哦，所以其实它是一个车啦，2022年前不用缴税金，2022后好像缴几千块这样。就这个车暂时先这样，啊，我们有空就再修电池。节目的最后。
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留言，然后我们也会抽出口罩套两个，哦，一个多功能的这个电动按摩棒，这是那个罗赖吧？罗赖吧，对，我们就抽两个口罩套加一个尼桑云厂送的这个工具，好吧？我们上次也算去吃了零食、喝了咖啡了，74万的电池，我们也宣传了。好啊，那个活动办法一样哦，我们会公布在底下说明栏，那记得多多帮我们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讨论，好，然后支持我们做更多相关的影片。好，要买的快来哈，拜拜。哎，卖手机啊，我可以问一下，那个 Echo 模式开起来会有回音吗？还是有什么不一样？ Echo 模式就是哦，唱起来会比较像歌神，会比较像阿杰啦。你学的蛮像的，哇，人肉点唱机呢？哦，所以它开起来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开起来觉得差不多啦，可是我觉得可能它是针对一些冷气上面的调节，还有出力上面的调节。可是其实我在市区整个开起来 ，Echo 模式，我觉得开起来没差，好吧 ？Echo 开亏了的对吧？哦，张学友他学起来，唱起来。